你们看我这眼睛，就是让小花给揍的，都肿了。不跟他过了，跟我过。走。老妈，你信吗？你也跟他瞎开玩笑。啊，你看眼逗的。大家都知道我身边的朋友都发了财了，所以我得了红眼病。这不嘛，我现在好了，我媳妇就被我过上了。就因为那天我媳妇数肥皂压岁钱的时候，我偷偷藏了300块钱。就因为300块钱，她非说她那个眼是我倒的，你们信吗？你看那个眼，一看就不是我倒的，她旁边都没有青的，知道吗？我叫她拼吗？她不用。她讲我有了谁不？那你还抹哈？老婆婆教你的好方法呀，这个不能浪费了。我还以为。一般人都不敢告诉他。听听，我不摸，不要切话题。铁呢？铁呢？铁呢？谁家小孩的压岁钱不是给他妈妈保管的？不都给你了吗？你搞不搞？这里呀、啊，天天催死了，先他妈，这不是出来了吗？还少一个呀？咋这么紧呢？那最后一张了，妈妈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其实我们家默默平时是不看我视频的，那天就是在我妈的提醒下。还看了一下子，这都憋了好几天了，今天终于跟我说实话了。这孩子的眼也过上了。爸爸不好就外睁眼睛，换换个眼睛啊。怎么行不行？我婆婆这两天为了我这个眼睛啊，真的都熬瘦了，所以我拿了300块钱请我婆婆吃顿好的。你想尝什么？随便，让阿姨不带了，我都喜欢。不给谁就喜欢。妈妈小心思都暴露出来了。今天把阿老板也带着。哪个小宝贝？牛亮，爷爷让你在家看家，你看不看？我不看。我也要进。今天我爸终于不需要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了。什么东西？这里面带了酒，我有矿泉水。好喝吗？香吗？香。白酒装在饮料瓶里面。我爸也是个人才呀。今天我们全家总动员。牛亮，你丢不丢丢啊？这么大人还让妈妈抱着？我累了。为啥我们又是晚上出动呢？因为白天我们都是在外婆家嘛，我妈在家就简单的吃一点，也就是等我们回来才能吃点好的。咱就吃点地锅吧，老公。好的。我们家老二一出来，这眼睛都不够用的。嗯，我有外景鼻翼。你好好上学。我要我跑的。我们已经到了。你老婆婆呢？我跑的。那赶紧的，走哈。哇哟，这人还不少呢。锅烧地锅，洋气。这孩子今天负责给他爷爷倒酒。我们今天不吃锅贴，洋气一点，吃老公鸡加排骨。大补。我老婆婆喜欢吃。这个带给我爸看一下，毕竟每天在家带娃挺不容易的。看看要不要加点啥？饼，想点菜的。哦，我们苏北的特色就是这个小鱼锅贴哦。你们有空的话一定要过来尝尝，我请你们，但是不能打包带走啊。这么大的锅，根本没办法打包带走。这个是纯纯的大铁锅呀。哎呦，疼的。啊，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呢，多多少少有点懵。小其实我们小时候吃个锅贴就是烧一个鱼，然后锅贴起一锅就好了，不像现在方便，吃完一锅可以再贴一锅。我怎么感觉你这眼睛这样被人打的呢？我妈是不是你打的？是不是婆婆打的？果然行得通。这孩子都等饿了，奶瓶奶粉都带着了。放在里面中间，这么颠的跑啊？不笑。这孩子是不是要长牙了？老是舔衣服，这个都湿掉了。不用说他了。我们家老二现在可喜欢小花了，闲着没事干，用他爷爷手机给小姑娘点点赞。这都是闲着没事干的。你也闲着没事干，少吃点汤。他等睡着了。阿老板今天乖啊，不哭不闹的。老妈，今天晚上这瓶酒就交给你了。好的。你不要唱大戏哦。听什么戏？黄梅戏。好的。你们的老婆婆喝多了会唱歌吗？今天我给她灌醉了，回去给你们播一段啊。青春不常在，抓紧谈恋爱，抓紧哦。抓紧啊，说谁呢？好饭不怕晚呐、啊，终于来了。今晚要保证唱大戏给我们听哈。第一块献给儿媳妇哟。你还要喝点呢？我们没有婆婆刀哎，那得尝尝你。来跟爷爷干杯，嗯。你说我干了，你随意。这孩子一到晚上就认妈妈呢，睡得贼香。快了。哎，你老刀给他，我们不吃啊，真是的。你这老婆婆太自私了。没有了。你看这碗里夹的哟，也不知道这老婆婆心里咋想的。这菜吃的差不多了，可以贴锅贴了。先整点白面的锅贴。再来点鲨鱼的。老二也要吃了，来拿去。好了好了好了。
溜溜快快。我妈终于想起我了，哦，再咬一口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？叫沙干冰啊，红薯粉做的，有点淡淡的甜味，啊，挺好吃的。这孩子眼睛害得有点不好意思看镜头了，怕你们嫌弃他。牛牛，你这是不是爸爸打的？不是。看见没，我们家儿子替我证明了。我这是你打的。哦，你宝就跟爸爸笑了。他喜欢你最近。嗯，你看奶奶哟，就知道吃，是不是？不能这样说，一直给我夹菜吃。咋的？哎呀，这还听不到我妈唱戏了。两大护法看着他吃饭。哦，回家了，您。今天这顿饭吃的非常开心，唯一不开心的就是出门的时候，他们都看我这眼睛，好像真被打的一样。谁敢说他的眼睛是被打的？我说的。你说不说？真的逼得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大不了用那个秘方涂一下。还有啊，今天唯一一点就是结账的时候是我自己给的钱。这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你老婆婆一直给你夹菜，我们都没吃饱，你知道不？等会儿还得下点方便面吃吃。气人你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拜拜拜拜，再见，点点赞哦。我知道我婆婆困了，没力气了，看见没有。